我知道面对进入攻击绕台的挑衅，破坏区域和平的行为，身处澎湖第一线空防的各位勤务也更加的繁重。但是我对各位有信心，我们的训练有素的空军弟兄姐妹一定能够扛起这个重责大任。 身为三军统帅，我要向国人保证，我们的国军官兵绝对是一支有能力、也有决心，可以捍卫国土、守护区域和平的钢铁劲旅。请现场长官脱口罩，并且跟。